是啊，各个东西啊，还有不同特色的主题公主哦，像是我们期待要建造的图书馆、南港大桥、桃园捷运等建设。桃园市政府就是我们最可靠的神灯魔法精灵，努力实现市民的梦想，让大家一起迎向幸福哦！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共同享受魔法文化城的魅力，一起欣赏2016桃园灯会梦幻灯光秀吧！我们的舞台